神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轻松。对，真的、啊。嗯。今天啊，很奇怪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他一直在睡哦。我不觉得奇怪，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从看完医生之后，他的那个反应其实是还蛮有啊。他就是睡睡偷看一下，睡睡偷看，可是那个偷看已经越来越放松。结果我刚刚摸他的时候，啊、因为其实我会，他坐我旁边，我跟他侧躺，他会侧躺摸他，他要睡，可他睡睡又忽然再看我。七个月了还是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永远不可能会完全放下戒心。我觉得难吧，因为毕竟他就是，我觉得他今天评价我，我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通常你说完全睡到打呼的那种，就是我觉得那就是加氧犬的感觉。所以现在这个笼子怎么办？还是我应该把轮子拔掉？继续做笼子训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笼子应该真的要，我觉得这个笼子应该真的轮子要拔掉，好再做笼子训练。我觉得它不是因为，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话，它可能哪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它自下来。OK， 那我就拔掉，然后以后清洗我就不直来，就是直接先把上半部拔掉，可以清。OK， 那个我也该清，好吧？这位生长 ，Yes， 他在。开刀的时候，也许本来就是清那些，因为其他自然是我很难清。哦。有需要把它拉回去一点吗？有时候放松，他还是会偷听啊。好玩，我觉得训练狗真的跟心理学真的也没有。实在是太，对，因为我很。